口感非常好。妈的，咖啡终于到了，千万不能和。我先来尝一下。现在时间是12月31号晚上11:53，再过7分钟，2022年就过去了，我就马上就到2023年了。所以我们预约一下灯光秀。奥的灵信，不是什么玩意儿。10、9、6、3、2、1。Apple Watch 已经嗨起来了，特斯拉怎么回事？重新设定了一下。哦哦，来了。来了，这结婚呢？Happy birthday， 啊不是 Happy New Year， 啊，祝大家新年快乐！2023年，跟我反向投资都可以赚的盆满锅了。现在的时间是2023年1月1号凌晨2:20，开了将近4个小时车，终于来到了韩国的最东边。大家看这边，黑不溜秋的，这边都是海，韩国最东边的东海康登系江陵市，来这儿就是为了看一下日出。2023年1月1号的全新的新鲜的大太阳，稍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放窜天猴的。前两年韩国也是因为疫情就是封锁，这种日出啊东海这边都不让来了，但是今年是开放后的第一年，所以这边人还比较多。大家看都是这个车呀。然后日出的时间是7:43，Blue Hour 6:58到7:20， Golden Hour 7:20到8:19。那我明天7点之前要准备好，今天会先住在车里面。正好我们家那位跟那个熊孩子还没有来，所以先把咱们今天住的地方，把这卧铺先给准备好。这家伙，从全国各地都聚到这个东海了，就为了看个日出。我们这些闲的没事干的闲蛋疼的人类。上次我在车里面看个电影，看个那个财阀家的那小儿子啊什么的，大家都说我被赶出家门了什么的。我那是赶出来了吗？我是自己走出来的。所以车里面常年备着这个睡囊啊，还非常的宽敞。就这边因为还有一个铁罩子啊，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家这位终于到了。Hello， 现在是4:05，要抓紧睡一下了。现在换了一个地方，就是这边，这边离海边更加近一点。欢迎查账。现在时间是7:02，Blue Hour，天已经蓝了。沙滩，窜天猴，人山人海。啊，没走。有没走齐？但看那边，这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人，应该在那边看吧。海边旁边的这一条道全都是咖啡厅。波萨诺瓦 Air Beach， 最关键的是有这个 SB 咖啡。大概 我们从这边要一直走过去，到那边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人了。太阳应该正好就是从那个大红柱子，应该从这边升起。但是今天好像有一点多云呢，已经过了日出的时间了，但是咱们的大太阳依然，不晕的，升了，热腾腾的大太阳，升了。现在我拍的这个大小跟我肉眼实际看到的大小基本上一模一样，没有我前两年看那个太阳大。感觉这边风景更好一点，大游艇啊，山呐、数不尽的人类，摆拍的人类。哦，这是九十二，一百。
哦，非常完美。姜红。昨天其实本来已经把车停到这儿了，但是我们家那位把车开到这儿之后跟我说，哎，我找了一个地儿离海边非常近，所以现在车停到了那边，还要走过去，好吧。这个白家一直心情不好，但是他心情马上会变好。기분좋아졌어那现在又换了一个地方了，哎嗨嗨，就停在了大海的前面，看着大海，吃着面啊，非常的爽。一共有四颗蛋，这一个，这三个，三个蛋摞起来，爬的是他们可屁抗争啊，这是咖啡豆啊，不是蛋啊，下面是一个咖啡杯，然后咖啡豆，哇、哦。看把孩子饿的，Merry Christmas， 연세우유나이거처음먹어생크림빵저연세다연세대학교에서만든거야연세대학교한국연세다开发的这个面包，鲜奶油大面包，这个绝对是一绝。这真的是非常好吃，虽然不是很健康。他看，啊多啊多啊！哎，你到底是哪个？哦，어떤거먹을까？달지？哦，근데맛있어。우리아빠도넛좋아해요。이상이남겼어요。奶油还有一点酸酸的味道，感觉是酸奶。응응엄마사한거아니고遇到了真正的狠角色，这家伙现在是低着头睡着了，还是这个帽子是超级防护的那种的性格？哦，感觉是睡着了。哇，大冷天的，今天现在的温度是-3°，真睡着了，头比刚才还垂了。哇，这是个高手。我们来尝一下江陵的特产咖啡面包，出现了包场啊，一个人没有，哇，绝景啊，这家咖啡豆棒，咖啡豆面包110克，里面有5个，290卡路里，哦，非常的软，我们来尝一下。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味道，想象的那个味道。做面包的时候，和面的时候，里面倒了点咖啡。啊！然后里面的这个是豆沙。那看着茫茫的大海，蓝蓝的天空。轻轻的湖水，哎呀呀，晒着太阳，听着这个小曲儿，看着海鸥，看着人来人往，整个咖啡厅就我一个人，啊啊，这个感受真的是非常好，从来没有的这种平静的感觉。这多好，熊孩子跟我们家那位啊买虾条喂海鸥去了，大冷天的太不会享受了。一根一根，发现大家也看到了啊，说这个江陵的咖啡非常的有名，但是我这样品尝之后，我感觉江陵的咖啡跟首尔还有金浦的咖啡可以说是一毛一样。加油，快撇。
这个江陵除了咖啡比较有名，这个豆腐也非常的有名，这一条街都是吃豆腐的地方。所以喜欢吃豆腐的朋友哦，在这里吃一天也可以啊，没有人拦我。哇，真胖乎了。这是他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在洗脸。大家看，每家店都有这么多人，江陵的豆腐就这么好吃吗？吃个豆腐要等一个小时，太舒服了，晒着太阳睡着午觉。中午不了嘴。啊，这是二十豆腐味的冰激凌，今天多买些。哦。喜马拉雅巧克力。먹는거제일나예거제일맛있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啊，才排到500多号，我们是704号，所以出来溜达溜达。这个天气，空着肚子溜达溜达啊，非常的完美。正了好事，刚才有个美女跟我说他们不等，把664号给我了。现在是632号，马上。棍儿挠你了啊！와真是大辣猫啊，哇，우리를되게한심하게보는것같아纹丝不动，境界相当的高。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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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잡았어，잡았어，좋아네。큰거좋아해。哇，海鲜豆腐汤，豆腐一看就是口感非常好，白花花的豆腐。어떻게바다한번더가어떻게하죠바다한번더가일단나가죠啊，味道真的非常不错，咱们直接给它把饭泡里面就可以了。아니이렇게섞으면더맛있어이거들이야사실아니그거랑똑같은거야근데이거간장이我2023年吃过的最好吃的豆腐。今天是2023年1月1号，就是海鲜和豆腐的味道结合的真的非常好。엄마이런이런뜻은처음좋아이제백김치吃完啊，吃太多了。吃完饭，咱们必须要打入一点咖啡因呢，马上去喝一下咖啡。在网上找了一个距离我现在这个位置5分钟的一个咖啡店，那个咖啡看那个照片就感觉不得不喝的那种质感，所以现在我们马上去看一下。而且那个咖啡店的名字也非常好记，叫妈的咖啡。梅西56咖啡店，看看，比想象中距离远了。妈的，咖啡终于到了。爸爸먹었다고？예。아빠네그거하나주세요치즈빵하나。상당히보다양이좀컸잖아。와。진짜요？영상찍고있어。아빠찍고있어？응。前两天发烧，好几天没洗过澡。오늘이제가아홉살老板反复跟我强调，千万不能和，直接要喝下去。然后这个慢慢喝完之后，里面会有一个大土豆子。이거는뭐야라떼？이거니까草莓拿铁。熊孩子午饭，土豆芝士面包，真的长得像土豆一样。我先来尝一下。想亲我嘴唇？什么西啊？哎，来生。它这上面的非常的甜，然后喝下去之后，最下面这个苦涩的咖啡味道一上来之后，这一融合，
아이거진짜맛있어나도한번먹어봐이거커피야내집만따라는데이기면졸라먹을래잠깐잠깐